看我七十二变将迎来团队竞技赛第一轮的第二场比赛，是要挑战大家的神经线。僵尸，僵尸来了！但这位僵尸怎么这么卡哇伊？您是丑极儿了吗？女神妮妮也突然走起了小清新路线，成了魔卡少女樱中的小樱。更重要的是，氧气美女陈妍霏居然化身花木兰，却要和变形金刚们跳起劲爆甩头舞。准备好接受视觉冲击了吗？请关注今晚10:30新娱乐看我七十二变，新娱乐在线综合报道。